最近要开演唱会的一个歌手，对，哦，就是萧敬腾，哦，我本来要去看，结果发现抢不到票，真的，对，太难抢了，啊，一次开两场，可是两场都抢不到。One OK 吧，最近今年很多人开演唱会，年轻人共鸣的那个乐团，对，没错 ，One OK 吧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带来萧敬腾这首歌曲，哈，相信大家应该就是听过，叫做《阿飞的小蝴蝶》。